就要像到医院看医生，有很多科一样，啊，不同的科分析下来，啊，妇产科啊，什么内科、外科是一般的通称，好像肿瘤科也是一般的通称，但是肿瘤科就是癌科，癌有很多种，所以呢，用一个缠身灵来做一个代表，但是如果你懂得细分的话，就知道了。这缠身灵有缠身灵的因缘，有讨命的，有讨命的缠身灵，讨命灵，有破坏的，有破坏的缠身灵，破坏灵，啊，有这个缠病的，干扰在你的身体生病的缠病灵，有精神的，会让你精神不正常，所以分得很细的话，你看你要针对哪一项，你这段时间感觉到身心不安康。非常的容易急怒暴躁，非常的不能心定下来，很容易受到很多事物大小反应影响，情绪不能控制，所以呢，这个你自己就要非常的敏感。我们人都以为我们就是这样生活，以为遇到什么事情，遇到什么挫折，遇到什么影响，就以为那就是人为的，其实不是，很多是无形的，很多无形的。那你怎么样去认为这是无形的呢？很简单，哪一个家庭里没有死过人？大家都有死过的祖先、亡亲，那他们去哪里了呢？死掉了变气了，没有有形的肉体了、躯壳了、相貌了。你以为他们就不见了吗？还在的，只是在哪里，在哪个地方，在哪个境界，在哪个国土，他跟我们是共存的，只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。所以为什么叫做无形？我们是有形，他们叫无形，我们叫阳界，他们叫阴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些无形的，你认为都那么容易，都应该都会都愿意去往生吗？因为他们生前没有这方面的接触练习，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观念，他们甚至于排斥反对。你说你有信的人，你可以说出希望他们往生，没信的人怎么去往生呢？怎么懂得去往生？怎么愿意去那个他平常在排斥的地方呢？像你们的亲友，有多少人真的完全百分之百接受相信，跟你共同来这样子的修持扶持？难呐、啊！全家从头到小都愿意这样子来做来修，那真的是福报啊！多少都有反对的力量的，这是肯定的。即使跟你同样皈依，即使你帮他带皈依，即使跟你一样出入法会，他仍然有不幸的时候啊，仍然有批评的时候啊，仍然有反对的时候啊。你说他相信你师父所说的吗？相信佛经里面所说的吗？确实有那一个世界存在吗？很难呐、啊，很难。所以不是一句话死掉就往生就好了。
他生前都没有接触，怎么去？我说你看看，我说看什么？一看贡品那么薄，那么少，几片象征，所以他就讲话了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在省，甚至于都不够用，因为我们这样子一卡车一卡车的来，照我们这样子供三两下就没有啦。一天六七坛，你开玩笑，藏密不是冬密哎，冬密象征性还怕阻塞哎，烧不坏哎，藏密是全部空哎，有多少几张桌，几十张桌子全部上，所以这个供品要大量，大量。”那所以呢，大家当然在舀的时候，在装的时候快没有了，当然就节省了。但是他就说话了，不能像感坛数还要留到下一坛，你要每一坛都当作唯一的一坛，就这么一坛静心供养。这是他的说辞，因为你只要抓住那一坛，你尽全心去供养，舍出来，你那个舍出来的经验留在你的意识里面，每一次就可以想得出来，每一次做过了，够了，不是每一坛都一定要这样子，你只要有一坛做足，你只要有一坛做到，可以了。就像我们以前，啊，有个师兄突然来一个大供养，130趴盆花，现在所看的花还比他矮一半，他那时候供养的花都比这个高的。大盆的138盆，这里从桌子到地上到我们大殿，桌子地上满满，到处外面内面全部都是花，哇，从来没有看过那种景象。到现在我在供养的花变成花海，就是他那一次的供养，一坛就够了，不是在感坛数，每一次都在哇分啊分啊分啊分少少的哦，赶快感坛数，没有，你只要尽心全心，用心就是供养那一坛，尽全有的，你自己的心完全掏出来的，一坛就够了。这是每一坛给大家在学习在练习，你这一坛不够，下一坛补足，这一坛不专注，下一坛专一专注想，再给大家多一点机会。练习，这是老天佛菩萨的慈悲。如果你真的会把握，确实有这个心，有这个钱，有这个心态的能力，你真的去做，是用那种唯一的一坛，尽心尽情去供养，哇，你增加的功德福慧不得了。不是特别选哪一坛，不是特别要分开来供养。啊，那个师兄，你看，他自己发心的供养，触动了大家的心，因为平常做不到，大家都做不到，有钱也不愿意做到，不要说没钱啦、啊。他能够这样子给大家这样子打开心的观想，不得了啊！这一生一次就够了，不一定要做几百次、几千坛，一坛就够了。什么东西都是贵的、好的、多的，这一般人做不到，但他做到。单单你说路易十三酒一瓶3000多美金，有多少人可以供养一瓶？一生当中都很困难供养到一瓶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但是他供养了13瓶，摆在那里啪够了，大家的观想供养，以后再接续的观想供养，以他那一坛为主，都是他的功德的，你知道吗？供养就是这样，供养就是这样，不是他自己独得，全部都打开心了，打动心了，打动了心，这一坛做的父母就不一样了，就不一样了。你心打动了，老天才会打动。人有诚心，佛必感应，就是这句话。你怎么样表现你的诚心出来？你一点都没有感觉，没有作用。这一坛是玩火，
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说用钱来比较、来衡量，确实做密宗这一世的密宗，如果不是师尊真佛宗的创办人师尊大开慈悲广大的门来教众生草民，给大家机会学密法、学护摩、学供养，我们不可能改变命运。以前的密宗草民是没有资格碰的，没有权利，没有福分，那些都是给高官贵人、给那些皇后皇帝在修的。所以以前师尊轮回做西夏国王，仍然还是有这个缘分在修的，所以他能够有这个大福大德大慧，一般百姓没机会。所以我们以前是如果跟过他轮回做他的子民，没有机会，这一世他又再回来度我们、帮我们、教我们，让我们这样小小的心意、小小的动作、小小的行为来增加自己小小的福分、智慧。绿度母为什么可以成为绿度母？因为她成为一国之公主，她非常孝顺的女儿，母亲去世了，她很伤心，她很怀念，她把她所有的尽有的一切的钱财、珍珠宝链全部提出来，供养所有的珍宝，她的贡品排了600里长，我们现在这样的尺寸算几里？0.00001吗？想象600里，台湾头到台湾尾300多里，绕整个台湾两圈，谁做得到？就因为他这样广大的供养，排满了这么长，那些所有的高僧大德请来念经超度他母亲的出家众、修行人。全国的人民齐声赞叹，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供养。你看我们稍微摆设一盘不一样，稍微用心，大家就哦哇哎，心就碰到一点了。你看他那当下大家的心都打开来，要帮助大家心打开你知道多难吗？要帮助一个人心打开是多困难吗？你试试看，没有碰触他的心很难打得动的。他做到了，就因为他做到了，当下就成就了。当下不必等多少事多少劫，当下就因为这一坛的供养，当下成就开悟，当下就成为绿度母的果位了。所以活菩萨诸天怎么成就？因为我是从供养入门这一世，我特别注意所有成就者哪一尊是供养入门的，特别注意，特别要学习。我们今天就是在做这样的练习，一次又一次给大家练习，这是老天护摩主尊的慈悲，不是在感谈述，所以他就会讲啊，很多方式，这是什么？用心了，费神了，花了一点精神了，想取悦了。就像这些厨师，为什么现在有厨师学校呢？而且像那些做那个甜点，每个花样很多的嘞，连那吃的东西都特别有花样，不一定要多要大盘，特别会哦，还签什么？啊，酱油就酱油啊，酱油我们在台湾就是拿一个小碗就好了，它不是酱油汁就会给你烙烙烙烙烙一个图样出来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就是让人家觉得眼睛不一样，眼睛一亮，哇，噱头不一样，点子不一样，创意不一样，摆饰不一样。这就是给大家了解了，就是要这样打动自己的心，不是打动老天的心。你自己没有表现出来的一份心意，老天不会感受到的。就叫做人有诚心，
佛必感应，也就是这个说辞。每一样用一点神，不是永远都一样。你注意看好了，就像这个花，你去外面买一束花来，你回去拿个花瓶，空一插，没有什么新意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你这一盆花又修又剪又摆弄，前后左右又怎么样摆饰，就是不一样。然后如果再买个绿草，人家这种是用插花的那种草，再把它剪短，放在绿草，放一个盒子，或是放一个金子，把它包起来，包装纸，你就要再摆摆弄弄，就更不一样了。你看，同样是一束花，就是表达结果、结局，让人家接受的程度不一样。这个就是有没有用到你的心态，有没有费到你的神时间，这个就是表现了。所以他就是要训练我们这个心态出来，要训练我们这心态，对做什么事、对什么人、对什么事，都是用点心，就不一样结果了。这个是一个训练呐、啊，让大家去体会，啊，不是小小的，可赶啊赶啊赶啊，烧啊烧啊烧啊。那我刚刚讲过了，服务员的态度，你们排一列的服务员，餐厅服务员。啊、哦，年轻美眉，对不对？哦，美美一大堆哦，端过来，要懂得介绍啊，要让来吃的人欢喜啊，这个顾客嘉宾，那你拿来，嘣，就回头就走，脸臭臭的。你说我们即使这个菜看起来很好吃很香，可是服务态度不对，也不会感受到欢喜啊。所以你们再拿到前面来，很愉悦的心，很开心，哇！美食佳肴，请多受供，哇，请欢喜受供，加个念头都不一样，好香啊，都好，好棒啊，都好，嗯，面无表情，嗯，又是一样，嗯、这饼干，我、哦、这怎么吃了那么多？哎呀呀呀，哎呀，笑的人肯定都是这种思想的多，咦、哎，怎么又到我前面，又是同样这一盘，我已经都供了几十坛了。啊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你看了都不喜欢了，对不对？你不喜欢怎么会贵宾会喜欢呢？那脸臭臭的，嗯，对不对？臭豆腐一盘，嗯，吃吧。臭豆腐是不错啦，可是你一直这样几十盘下来，几十次的态度，哎呀，怎么那么臭你也要吃啊？你还要来啊？啊，什么态度都来了，什么话都来了。给大家一个练习啦，以心比心啊，好，以心比心。父母那么多次，他们是老天疼爱我们，给我们这么多次，一直在补缺失，一直在改善我们的心态，一直在帮助我们，用最快的速度都能做得到，还能够用心到这样，很感谢。他就看审核你的这一种表现、能力、学习。OK， 打够。好，这个给大家了解。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道场，以前那个道场的主持者，所有的同门要同修，不是说先来先到先坐位置，全部在阳台，全部那个修法的道场全部净空，不准有一个人，那全部在阳台等，等什么？抽签。今天要进到道场修法的人要抽签，管你什么时候来，管你是谁的谁，全部排在顶楼，想到楼下道场同修道场修的名字写下，到时候抽，这个道场可以坐50个人就抽50支，管你有300个人就抽50支，没有套用感情塞进去的。我曾经去过那个道场，这么严重，这么严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大家哇，好争取哦，拼命做功课，让今天的修法主尊看上我，抽到我，个个在上面等了，没有人说是非聊天了，一直在持咒，一直在持咒，一直在念佛号，希望被抽到，希望被抽到，被抽到人就是有福有慧的人，今天老天眷顾你。我去那个道场，哇，
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种难能可贵的机会，他的主持就是要选这种人。你没有心不要来，还求护法老天要抽中有心的人，给他抽到，他先上香，请主尊抽中今天有心有缘、真的用心的人，请抽中他们。那一些多出来没有心要睡觉、昏沉，为什么？通通不要被抽到，上了香以后才上去抽的。所以被抽到的人，哇，战战兢兢啊，要跳啊，怎么样？我去，好诚心哦，从头到尾哪有这样头点的，哪有这样摔的？哇，好诚心，从头专做到尾。我去过那个道场，我很惊讶，那才真正的修得起来，那种专注力不是做外表的。然后其中有个同门事后告诉我，他为了要来参加这个同修。他已经做了多久的功课了？只有那一坛同修哦，被抽到哦。你看我们有多机会多少都不稀罕。哪一天我们也来这样子，搞不好抽不到半个人，又会了，会抽到一个，对不对？真的啊，我看到那个道场多尊敬啊，那个负责人从旁边走过。每一个人那种恭敬心啊，我没有在其他道场再看过第二次。那种修炼的那个持咒声啊，又大声，又整齐，又化意。就譬如说，我们念"嗡咕噜念僧悉地吽，嗡咕噜念僧悉地吽，嗡咕噜念僧悉地吽"，哇！因为他们那天是用"嗡咕噜念僧"来做除障用，所以他们的声音要猛烈。如果是用息斋，嗡咕噜连胜悉地哄，一直这样子绵绵不断，他们用莲花童子的心咒来做息真怀珠用的，那个咒音念起来就是不一样，真的很难得，很难得，很殊胜，很让我哇眼睛一亮。好，好，我们开始后面背后祈，好祈愿。迅速怨气消解，因为会缠着你，让你生病，都是有怨气的，就来讨报的，让你不好过的。迅速怨气消解，无明去除，佛光铸造，离身超生。佛光铸造，离身超生，离开这个身体，超越上身。迅速怨气消解，无明去除，佛光铸造。离身超生，哎，昨天还有一只蚊子，我说走了走了，不要在我继续在那边叮了，已经被你叮3包了，可以了。你打我啊，你杀我啊，我好超生啊！他就是要引我杀死他，啪一下，他马上就可以超生了。否则就是蚊子还是飞，等到它死过十几天，现在马上打下去，它就可以超度了。你超度那么多，你不超度我，我叮你，你应该杀死我，还挑衅哎，我就是不杀它，哎，血都给你吸到了，杀你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？所以那还有蚊子有灵性的嘞，它就是专程要你超生它的。杀这些哈，不是说你咬我，你叮我，给你死，好你死，不是这样子。你要观想化为本尊，化为阿弥陀佛，你本尊，你打下去是本尊放光的手，不是你一般俗人的手。啊，念个佛号，念个心咒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嘴巴一讲都是莲花出去的，这样才能够接引他们，不跟他们犯冲、犯厌。以后来讨报，好，可以了，我们开始了。他们不了解真佛宗、真佛密法的殊胜，真的不知道。我希望他入梦给你们看，不信的人给你们看。师兄，你到了那个地方，最起码要给人家看看那个地方好坏，安心的，让你的家人亲友安心，让你现出他们从来都没看过你美好的一面。
哦，这种酷，这种 man， 这种帅的样子，哇，头啊一甩，哇，一大堆美眉都昏倒，不是现在又老又干又瘦又病的苦样。就像我妈妈91岁去世，隔年我们在跟她祝贺，唱她一个师姐唱她喜欢唱的歌《小城故事》还是《甜蜜蜜》，她突然就出来，在虚空中跳舞。变成一个15、16岁的少女，那个身上啊飘出的那种香味跟光芒啊，然后她弯腰啊，她那个腰啊，一个人腰是这样，她能够弯到离地只有这样子，然后再跳旋转，用脚跟旋转，每旋转的时候呢，圆圈的时候，身上的衣服毛细孔全部放出去的光芒啊，一丝一丝像网一样。然后再跳，我就这样看，都看呆了。这是我妈妈吗？我说真的是你吗？她说喜欢嘛，一面跳一面讲一面唱，喜欢就来呀。这个就让我们觉得好棒哦，对不对？怎么能够腰能够弯到这样，离地只有这样子跳呢？旋转了那个脚跟是能够这样子，腰骨这么软，他91岁，又老又干又瘦，怎么能够变成15、16岁的少女？这他死后的一年献给我看的这个样子，那每一年是越来越增长，越好。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看到，不知道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。是不是我们不是修假的？他不是去不好的地方，是好的。那你们每一坛来献，他会说一些话，就是这样。他会说一些话，啊、哦，所以应该要谋缘一起，很难呐、啊，真的很难。所以你们要很开心，让他走得安心，否则各个哭哭啼啼，各个伤心难过，就表示不相信他被接引。不相信他到摩哈双眼池，这是真实话、哦、你们要有这个表现啊、哦！他功绩快到了，啊，亲戚朋友来了，是吧？大家一起来，好像我们以前有一个师姐，心肌梗塞，那个师姐叫什么？黄秀姬。你看，我们在那里带领大家唱他生前最喜欢唱的歌。潇洒走一回，对不对？印好歌词，在座的一起唱。他生前就喜欢唱这首歌，我们就用这一首歌送他来到这世上，潇洒走一回，现在安心可以回家了，多好，是不是？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啊，一定要哭哭啼啼吗？我说过，真佛密法的行者，如果生前有在接触密法，在修，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，哈，这样子的一个进度，死的时候绝对不要哭哭啼啼的，一定要欢欢喜喜的，因为大家都回去了，都交差了，业缘都了了，债缘就还清了，要恭喜他，这一世的缘分了了，除障，我们要恭喜他先走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这样的福报，是不是呢？你看，这样子能够遇到这样很少的啦，很少的，我的母亲都遇不到，我妈妈死我都没这么精进嘞，没这么发心嘞，正好遇上这个缘，那就是福报，真的就是福报，只能这样子讲，没其他的。正好又遇到我回来，如果我走了，我这一次下次走是2个月。2个月后，哇，师尊也回去，我也回去，哇，这下子爆掉啊，乒乒乓乓的。你看，每一餐这么丰富、哦，这样供养，无一款代志啦。我只能说，你们一定要笑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开心。哇，我们到底我们家积了什么，什么福？真的，就差几天，我们大家都要拜拜走了。对，他随时，你看他早就2月要走，一直拖到现在，表示他的福分，就表示老天赐的福。
特别要找还没有嘞。你像我妈妈，舅舅超度的时候，帮他在殡仪馆超度，在我们这里超度 ，OK 啦。隔年一周年再超度一次，没有特别这样子的啦。我自己的母亲都没有。你看看，这都是要因缘，要这样的因缘聚会才遇得到。所以要安心，要开心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你是妈妈现在唯一的长辈，在儿女，你要特别表现。是不是你要笑？不管什么样子的笑，你都要笑。对，很开心的，你舍不得，我知道。人就是这样，几十年在一起，怎么会舍得呢？离开了看不见就舍不得。啊，他现在到天上很好的，好羡慕哦。你看他以前戴个眼镜那么厚，现在不必戴眼镜，以前满头的白发。那么样枯瘦，现在很精神，还有 muscle 嘞，哇，昏倒了。他来的时候说：“你是谁？这么帅哥，变这样子，哇，又显得很像那个古罗马那种什么勇士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怎么变那么高壮？你知道吗？哇，所以看起来很好，那种罗马有没有古时的那种战士啊？那个肌肉啊。”那种人家去那种雕刻的那种，有没有？那怎么讲啊？在那外面雕刻的那个勇士啊，美男啊，哇，那样子不会讲啊，很高大哎，身上散发着那一种光芒，哇，你知道，死的就是这样的，他不死就是那样的，是吧？而且每做一坛。你们用心去回向，它每一坛就增加高度，增加高度，太棒了！我只能说，这是福分，这是你们家的，只能这样子说。好，我们开始。感谢上帝宝贵的光。好有创意！拿给大家看，就是这样子。好有创意！钱也不需要花很多，但是就是有创意，对不对？所以给大家看呢、啊，我们的这些饼干一盘也都不会输他的，但是就是感觉不一样。拍照。然后他已经弄了很多了，很多的这个这几天弄了好多盘，就给大家，你们其实可以去参考很多的照片，很多的风景照，然后你们自己印到脑海里，然后拿东西来跟它差不多颜色，然后用心把它摆设出来。就是这样，你看，一个蛋糕的那个什么外面的那个壳，一个才几分钱，他把它拿来做一个屋顶，然后很好看的、啊。这就是要创意啊，不一定要很贵很贵，什么龙虾、什么燕窝、什么鲍鱼，不需要花那个钱呐、啊，因为买现成的，都不是用自己心出来，只是钱就能做到。但是费了神用了心，感觉就不一样。你要绕一圈看看，百米能够摆出这样，你看看谁会想到？那米普通就是一包丢在那里，谁会去想这样子？那些用品都很便宜的，那个地上都可以摘的野花，随便这样放几朵。就是你要费神啊，用心啊，诚心啊，想出来。你弄这一盘要多久？一个钟头。没有，就刚才弄。这盘跟另外一盘，哪一盘？在外面下一坛要用。哦，下一坛要用，哦，已经准备好在那里了。哦，那不是都是一样亮相给大家下路？你稍微用多久？一个多小时。两盘一个多小时啊，那就算不错了。哪一天我们就是材料给大家，就好像人家在烹饪比赛一样，哇，马上限时，大家就去抓，看你这创意表现呐、啊。就是要逼大家逼出这种潜能呐、啊！哇，这一盘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看这是什么插花还是什么？没有，那个代表香，然后红色的代表烟。代表香，代表烟。这一盘贵不贵？不贵、啊。这个比这一盘还贵了，白米最便宜了，对不对？也有白米。也有白米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样做好了。我们曾经在紫莲堂举办过烹饪比赛。用师尊的书名，然后呢，师尊的书名很多，让大家自己选，然后用那个书名的名字
用在你的创意上、烹饪上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一位师姐，她选了师尊的一本书，名叫《千万只膜拜的手》。然后她用什么呢？她选了这个书名以后，她自己就去思索，要怎么样表达千万只的手的样子。所以她就去买虾，很多只虾，虾有很多只须须嘛，很多只手。然后他把虾烫熟了以后变红色，他把它立起来，好，看不到，为什么立？大概是牙签把它撑起来，然后层层叠叠，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，然后都向着上看，然后他中间就放一个柱子，在上面放一尊师尊的小尊的这个照，那个什么，这个金身，然后呢，四周围营造出那一种千万只向着佛的这个金身。哇，大家看到都不知道说他有这个头脑，然后每一只手把它立起来，好像都这样子，千万只膜拜的手这样子，不是散的，就把它立起来，用这种牙签还是线还是什么让它这样子，每一只虾有好多只手，我们也不知道一只虾有多少只，但感觉上一只虾那么每一个都这样拜着，就像朝着，当然他得第一名了，因为每一个人看到心里都感觉到很感动。很感动，他买个几十只虾，盘子把它围起来，一层一层的这样子，好了不起了，那种头脑的应变能力啊，那种创意的点子，能够这样子把它形容出来，啊，可以这样形容出来，我们都没有想到怎么样叫做千万只膜拜的手，所以人都是要这样子的去思考，有一个因缘给你去思考。那用名字来表达，这很好，你知道，真的很好。我们需要这样，哪一天我们比较有时间的时候，就做那么一谈，大家开始集聚自己个人的思维，每个人就捧出那一道，真的不需要借他人之手，完全靠自己的想象力，丰富的想象力，然后一盘一盘表现出来，来诚心的献购。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增加这个声势，用你的心来表态。我们看哪一天来这样子做，每一个人要参加的，自己用手做出来一道贡品，不一定要炒菜炒得油腻腻的，不需要。我们在美国紫禁堂做食坛，爱朗明王父母他就讲了一句话，我喜欢你们的辛苦菜，因为大家都用钱买的嘛，我希望你们的辛苦菜，用你们的心，你们费了神，用了力，去把它装饰出来的，不假于他人之手的贡品，其他东西都是假他人之手，你没有感觉，出了钱就好了，随意赞助就好了，没有感觉的，连你今天赞助什么什么贡品都没办法去想象观想要供养什么，可是你自己用你的手，用你的时间，用你的心去把它创造出来，你特别清晰，这一样的贡品一直在你脑海里不断的显现出来，这是真实的，你们有经验自己就知道。好，我们开始了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好，我们开始破坏哈，有病的你要特别要超度这个残病灵啊，你有生命危险的逃命灵，然后让你很多事情做不顺利的破坏灵，还有常常怨气，让我们也产生怨气的争斗灵、怨讨灵，让我们常常就不能平和安静的。真的是要非常的有一个地方让你心静得下来。那像我们要做事没办法，所以就自己要懂得去平衡，在动的方面也要有静的方面，啊，去调和。你一直在动，你当然就不得清心安心，那你一直在静不动，除非你已经成就，否则就一滩死水，所以动静一定要平衡，要自理，才有办法一直能够做事的这一种精神恒持。其实不必写那么多，哦，大家我知道父母骗大家都会有求，所有会让你不清心不清静，全部都是漏，漏就是烦恼，
烦恼就是轮回的根源，就是不能解脱的所在。所以懂得用词，明白意识，言简意赅，啪，重点提出来。一点，速除六尘，速除陋习，速除我相。也不必讲我这个我就是我相，因为有我这个相貌，有我这个感觉，有我这个所求，你才会这么多的无明执着。好，所以呢，好像世尊常讲，我们真佛宗是丐帮，啪，速除丐帮之名，速成富帮之旧。哇，你看这心意就不一样了，你的心愿提出来啊，是不是呢？什么事情你要有一点了解啊，否则写几十万篇父母篇也没有办法得到感觉。快呀快呀，每个人喊马上有钱，你用嘴巴喊没用，你要动作去表现出来，那个斗力斗气要表现出来，拖拖拉拉的拖拖拉拉没怎么办呢？这一尊就是要速度力量，速度力量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所以我刚刚自己从上面就一直速度量自己本身，一直去给自己一种催眠导引，啪，迅速成就所有阻碍修行成就的障缘，速除速除速除。所以看你们自己要怎么样去写，你要写对，你要跟他感觉一样，动作都要快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啊，那么他就知道你是真的可以培养的人才，可以扶持的人才。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其实太多说不完，说不完呐、就像有一年我们在台湾的新竹城隍庙，哦，绕境，那是1994年，21年前。然后那时候全台湾都在暴风雨当中，已经3天了。然后要迎香啊，就是绕境啊，哦，要第一次把真佛宗走到街头，这是我的建议了。哦，那时候哦有个这个道场，哦叫内明堂。然后我跟他建议，从来我们是躲在室内，躲在自己的小环境里，从来都没有人听闻到我们的宗派师尊的咒音，种种这一切的结缘，我们就来一次。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风俗，可以绕境，神明绕境什么这些，一般人可以接受，为什么我们不来这样做呢？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这样的计划筹划，然后就计划了这一天。然后我们就去了，去的时候呢，狂风暴雨，已经3天了。然后真的到了会所会场的时候，我一下车，那个门一打开，那个雨，全身就湿了。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雨势有多大，看很多人都在雨中，我心里很难过。尤其有一个师兄就过来说：“去啊啦，去啊，忙去了了啊。”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师兄叫吴明木还是什么，他就这样很沉声的跟我讲：“侬去了了啊！”那天是台风登陆。台风登陆。台风登陆，你们去找气象报告的记录，这么大的风雨，全台湾省，第三天了，不是当天，是第三天都没有停过。那时候那个师兄这样跟我讲，他说他到每一个我们要去结缘绕境的庙，一大早去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笑他，假佛宗啊，假佛宗才会这样，我们绕境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现象啊，就是因为你们是假，所以老天不帮助啦，哈哈，每个都笑他。哇，他很生气，都跟他们打赌，每一个庙都去跟他们打赌，说我们上师啊，一来啊，马上雨就停，我们出发就会出太阳。哇，他就这样子哎，很这样子的一个说辞，跟他们打赌，他很喜欢赌啊。
不晓得赌多少钱，我不知道。所以等我去的时候，11:30，我们1点要出发。那时候他看到这种雨势，他知道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一点都没有减弱、减少、减小，还下这么狂、这么暴、这么雨、这么大，所以他才会说弄气了了，你弄气了了，他这样跟我讲，我都没有讲话，也没有说安慰，没有什么，我回头就跑，他们在5楼，然后5楼内明堂全部挤满了人在躲雨。我二话都不说，我马上直趋佛堂，香就点起来，两头香，我很少点两头香的，那一件小事情到现在很愧疚，那叫小事，我很少这样子，啊，要老天注意，两头香，那时候还年轻气盛，开始指责，谁这样子做的，谁让你们这样子的？要我难看是不是？啊！第一次要去宣扬真佛，就来给我这样子的考验，这是谁？我就开始一尊一尊坦诚的活菩萨，一尊尊的讲是谁是谁是谁，没有人讲话，没有人理我。我站在那里哦，站了1.5个钟头，每一尊讲到城隍爷，这个日子是你挑选的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子给我出漏气？我要出皮肉，这整整整整整整整。我要求3个钟头停雨，我知道这是因果因缘，但是我要求3个钟头，就在这个我们绕境的天上结界滑盖，其他你怎么样下我不管，我只要求绕境的这个环境，这几条街，这个时段。完了以后你怎么下？继续下没问题，但是我就是要这样。所以呢，我说我1点钟出的时候，我全部要停，啊，一直要求条件了，然后就一直讲，讲完1点，差不多12:15开始响，讲完半个钟头开始响，12:30开始停，到12:40完全停。1点钟开始曙光出来，哇，我心里才放下那一口气。然后呢，这中间走了1个钟头，开始雨又在飘，我马上在车上跳下来，指着老天停。我说3个钟头，不是1个钟头。那时候年少轻狂，现在不太敢这样。啊，真的，师尊曾经说过，有时候有他的一个因缘，那么有这样子力量的人。你要随着顺，随顺因缘。那现在不敢，现在都很乖。像去马来西亚，热得不得了，下雨，哇，真的就下雨，就淹人，淹水，淹得一塌糊涂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这个都是要练习的，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记得哪一年去到东明尼加，哇，在没有遮的这个大地上在做法会，突然之间拍一掌坛子。哇，雨就来了。那时候回头跟他们讲，拿伞来呀，啊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在雨中嘛，要拿个伞给我遮嘛。我跟他讲不必，他一直叫旁边拿伞来，因为他没有想到会下雨啊，拿伞来呀，啊，拿伞来。我说不必，马上就停了。那时候是几年？那时候你跟着去多伦加那边停是？1996啊，刚出家。人刚出家，1996，现在19年了。哎呦，时间过得好快，1996，啪，我就讲。那结果那时候那个雨就，突然这样下来就，有个莲严法师加拿大的，他就讲他看了，因为他参委员嘛，看着这个天空在下雨，哒哒哒哒，突然之间，所有的雨就停在半空中，就回归了。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在流鼻涕啊，流下来。就想把吸回去，用这种形容词，很多了。我们只能讲很多感应，但是一路走来，这个30年，很多感应，但是这种感应不能不说啊。这老天要帮助真佛宗，要让人们有这一种兴趣信心，你要去传呐，都不能讲的嘞。
像我刚讲的这一个台湾新竹的这一个，果然就在这三个钟头里面完全没下雨，可是四周围以外全部还是暴风雨、台风雨。这个感应很殊胜的，让这一条街、几条街，大家麦克风在那边唱《红咕噜连声 CD home》，这样子的咒音广传在那里，很了不起的，这样都不能宣布。所以你在跟我讲，这个什么真魔法报，我觉得很稀奇，很稀奇，愿意登了、啊，很稀奇了、啊。我觉得很稀奇，怎么时候会可以登了、啊？对我来讲，很稀奇，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太多感应，太多感应，就像师尊感应这么多出来，这个佛教界被人家这样攻打四魔，不接受他的说辞，我深深有这种感觉。我不是像师尊，因为他走出来在中外，你想想看啊。女人没有月经生小孩，这个奇迹已经是很少，而且三个，你想想看嘛，一个肚子里的胎儿会念佛号，这些都已经一一的告诉大家，这都不是一般人的事迹。今天我走向这一条路，就是在印证师尊，我们是真正从天上下来的，真正有这个力量来帮助众生解脱，真正要来创办这个真佛，让大家真正的做一个觉悟者。不然我们来干嘛？在我们的身上太多了，根本没办法讲，这只是小小的事情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帮助大家学习解脱，得到方式，启发他的心智成长。但是有多少人接得上？那就靠开示去悟道。像他们刚刚听到，在上一堂有听到的泰国的啊夫妻党的啊同门，他先生是泰国人哎，他不识字不会听哎，偶尔他太太讲一些中国话学一点，为了他的女儿，哇，这个拼音都去念。一遍真佛经念16、17分钟，很长哎。到现在他可以念10分钟了，熟了当然就快，啊，他就有信心了。本来是跟着太太这样进进出出哦，讲什么 OK， 但这个事情就哇，让他整个心态就不一样，整个心态就不一样，自己就能够体会到什么事情真的是。愿意去做，相信去做，绝对可以改变命运。这是事后他们讲的，因为他们并没有跟我讲他的女儿从进到初三整个成绩就滑落，整个情况就不一样。以前成绩不错，不知道为什么升到初三这一年就很糟糕，他们并没有跟我讲。是老师来问，那时候我你是问我什么？他做了七坛功德主，对，做了七坛以后，他问说：“上师，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？”他做七坛功德主之后，问上师说：“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？”那上师说很困难，要他继续再做。那他们就回去很认真做完，然后还要再加21坛功德主。本来做七坛的，还要再叫他做21坛的功德主。他我们说剩下就是21坛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那我21坛全包。”要给他们功课，我说有干扰了，有干扰了，那担心在考试的时候，啊、哦，这个干扰加强，让他没办法考。哦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已经一年在干扰了，是事后他这一次中了，呵呵，考中了才讲，他从初三就开始，那他们不知道那叫干扰，就以为压力、情绪、发脾气。不想读，反弹、反对、叛逆时期，他们就用这种种种人为的思考，尽量的给他关怀、鼓励他。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形无形的干扰，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方面，不知道这方面，所以我们常常有这方面的尝试，都要自我
要去想我最近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事，这样子的说话，这样子的判断，我为什么，这都是有形无形的干扰。不要一面都以为是外面来的，有时候是自己的以前的恶因，现在的现报，自己杀生的讨命灵、破坏灵、残病灵、怨气讨报灵，种种现前。你没有这方面的尝试，有的玩了。为什么好好的突然破败？像新闻上面讲，有一个先生，他赚钱赚得很厉害，开当铺的，突然之间，今年迷上赌博，一夜之间输掉5000万台币，然后就破产了，就带着他的一个儿子到处逃了，因为开的支票都跳票了，被通缉了。所以睡车上、睡走、睡街上、睡什么，突然一个有钱人变街友、变流浪汉。你看，一夜之间就全部没有了。以前我小时候，我妈妈常常去一个地方买西瓜汁给我们，买水果给我们，我还跟着她去。她常常讲：“哇，这个西瓜大王很有钱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开的店面好大，哇，很多生意。”突然之间。没有了，赌博，一夜之间，人家设计全输了，连店连家连什么都空了，跑去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我妈妈就跟我们讲：“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夜之间都没有，哎呀，这个赌博真的害死人了。”我从小印象很深，因为我们唯一的这个早期有这种果汁，就是那一家出来的，会懂得把。这个现成的水果弄成汁来卖，那时候我经常都去那里买，在台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都以为，哎呀，染上恶习，哎呀，又毒又赌，其实都是影响干扰。以前我说过，在旧金山有一个先生来问事，他女朋友是我们真佛宗的弟子，带他来问事，他上面只有写事业，能不能？东山再起，就讲这个事业。那你说呢？事业做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不是有神通吗？啊，你应该知道啊，不必我讲啊。”我态度非常的狂傲。那 OK OK 了，对不对？他不讲，对不对？就一张纸就写事业前途，能不能东山再起？那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就看到他，我在问事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现象。看他那个袖子啊，穿白色的衬衫内衣，卷起来到这个肩头上，然后呢，再跟人家刮洗八刀啊，那个叫什么？洗八刀啊，台湾话，骰子，再跟人家那个一个挖工啊，在那边比大小，洗八刀啊，那个叫什么？人家一撒就叫洗八嘞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我不知道，你们懂的话，我就看到这个现象。然后一只脚翘在那个木凳上，啪！然后给我看到那个现象是什么？他已经输500两黄金了，他所有的钱什么全部都输光了，还倒欠500两黄金对方。他想怎么扳，他知道没有办法扳回来。所以当对方在很得意的时候，赢他的人很得意在刮的时候，他突然一把就把他身上的那一条金链。像手指头这么粗的一条金链，一扯，桌子一翻就跑掉了。那时候他还穿擦夹，你知道擦夹什么吗？是木屐呀，日本人那种木屐，咔咔咔咔咔咔。我看到荧幕上是这样，哦，我就知道了。我就跟他讲，你很喜欢赌玩这个骰子哈，赌博。他马上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因为当我看到的时候，旁边就有一个拿布袋的，他今天所有赚的我通通要回来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会染上赌习，原来他所赚的，他在旧金山开很大的旅行社，其实老实讲 ，Number One 赚很多钱，不管是机票，不管是旅游各个套餐，他全部整个。在美国，在中国，在哪里玩都是 Number One 赚钱，结果为什么会赔钱？
会没有钱，就是这个赌灵在旁边哦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很简单呢，不像现在叫你们功课做这个功德做那个。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一直在谈，跟他那赌灵不要来讨报，哇，他讲很多。后来用我的威力压他，那时候比较容易懂得用威力。然后到最后好，条件开庭和解条件是，他只要每天念108遍往生咒，念一个月就解决了。这个来讨报的赌博灵就离开了，这么简单呢。我跟他讲，你要不要做？要做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做调解人，立下合约，我保证担保，你这样做他就离开。那他当然说好啊，好啊，那就回去念了一天，第二天就没力了，念很久啊，因为不熟的人念108遍很久，念一个多钟头。现在会熟人十几分钟就念完了108遍，像我们念的话都熟了嘛，啊，不熟的人就很慢。所以他就念不下去了，念不下去，隔了7天，一个礼拜，他请我到他的旅行社去看，好大的旅行社啊！我一进去，那个拿布袋的讨债的赌博灵就在旁边，嘻嘻嘻 笑。他不只是赌博，他很多东西，家里的东西莫名其妙坏就找人家修，他的汽车停在路边就被撞，那种名贵的车一修就很多钱，种种就是一直让他漏失这个钱。不是只有赌博输掉的钱，他一手进来10块，左手就出去12块。如果进来1000块，就输掉就不见1500块，当然就这样。他进钱很快，漏掉钱也更快，就是他。那他说没有用的，我早跟你讲他不可能的，我这次跟他讨到底，才念一天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这么容易他都做不到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我一直鼓励他，啊，你就说嘛，你开个价多少钱你就解决了嘛，为什么这么刁难我？我说自己吃自己饱啊，先生。他不信这个，人家说你有法力啊，你就做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我们住在小公寓，他来的时候很看不起我住那个小公寓，你家那么小，你需要钱嘛，你开口啊，5000、1万我给你啊，搬个大一点吧，我坐在那里连沙发也没有，坐地上腰酸背痛的，还跟我讲这些，那么好，这种我们自己那种早期要做，遇到这些没有皈依不信的，真的很多人是了，三牛九叫。我说一句话，还是自己吃自己饱，因为是你跟他结的恶因，不是我跟他结的恶因，我在替你怎么做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因为我的经验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如果可以一个月一天才108遍，很快的啦。他不听啊，没有做啊。结果有一天他女朋友就跟我讲，他跟他分手了。他就跟他讲，他现在在跑路了，旅行社都被人家充公了，欠钱种种欠债，就这样子。有时候一赌啊，5天7天5夜不睡觉，就是在赌场，天天在玩那个长长的十八刀啊，一拨然后就勾出来的那个，他还是在玩这个十八刀啊，因为他就是以前式的习性，还是喜欢玩这个。越赌越大，就全部都没有了。现在108遍、1080遍、3000遍都有人念了，一天，为了要解决他的问题，所以很困难。以前我们没有用这方面来引领人，哦，多一点功课功德。以前的问世当中，确实造就了很多人的感应，很多人现在做大老板上市的真的很多。哇，在见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20-30年前我去你那里，哦，这么老了，20-30年前，啊，我如果这个事业不是你当时候的帮忙，不会啊。”可是这些人有钱。也不会说现在你见面来捐一点哈，因为我脸皮很薄，开不了口。哎，那总要有旁边人家打边鼓啊。你今天这样子，竟然是你知道是我们上次帮你，现在他盖庙需要钱帮一下啊，就是不会耶。啊，我也说不出口哎，啊，怎么样暗示也暗示不来，对不对呢？怎么暗示我这个人只有给的习惯，叫人家给很觉得很不舒服。其实现在那么需要法财来建庙，
别人比我们更需要，哦，我都这样去给他，哎，怎么盖得好？是不是？还人家更缺，我还回去说，我们现在有多少钱，能不能拨一点去帮助谁？哇，董事会群起群骂，上司啊，你就是这样才永远盖不起来。嗯，怎么办呢？我当初我不要盖，跟孙讲，我少盖这一间，我可以帮助多少起来嘛？不要盖，早就盖了，这哪有办法呢？那么贵。但是，这个就是给我们练习的机会，带动大家做功课，带动大家一个新的学习认知，才带动大家一个心量的打开。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些，不是外面的问题解决，是帮助我们内心的解决。如果有这方面体验的人，有这方面增长这方面的想法的人，恭喜，很恭喜。我们一直在除掉这个我相，一直在除掉我们的所谓的我想，自己要这样子的想法。师尊讲要纯想，没有其他的，要记住了。真的，你现在在练习当中，当然有我的要求，我的愿望，但是到了最后，这些经由你这么一次又一次的练习，到最后都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就是目的达成了。他用不同的方法来练习，来帮我们。好，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马头明王。那时候什么跟我们讲说要做37坛？那时候是什么原因开口讲的？你们有记录的话，帮我查一下。哇，那时候开口说要做49坛，然后他也跟进37坛，爱朗明王也跟进10坛。那时候我就叫了，哇！这还可以活吗？就这样就100坛了，哇！但是还是说做了，在多久内我们就做完了。上一次是3月嘛，3月初嘛，那现在呢？现在是4月19号，所以将近1个月半。然后我们在这里做，回到美国也做，做那个爱朗明王10坛，啊，现在已经进入到老天活菩萨开口讲的功课。第36坛了，马头明王，再来一坛就圆满坛，就哈哈哈的笑了。啊，哦，我现在在这样讲，他说不要哈哈的笑，你要学马叫。马怎么叫啊？啊，你们知道马怎么叫吗？马怎么叫？羊我们会，狗我们会，猫会，这个马，到底马要怎么叫？啊，一讲你们现在都不会，马要怎么叫？马是怎么叫？啊？啊？怎么样？是这样子吗？这是什么声音？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咕噜噜，是这样子吗？你是哪里来的马？外国马还是哪里马？马是这样的声音吗？哎，马是什么声音？你们真的很少接触马，所以都不知道马的声音哦。啊？怎么叫？好像又知道，又好像说不出来。那为什么会讲一个诗呢？一个口在，一个旗在，一个经。为什么说马嘶声呢？马怎么会嘶？为什么我们形容词会讲马嘶声？啊？我们知道羊是咩？那到底要怎么？他说，如果你们做完，应该要一起合叫马嘶声。哇，我们要练习一下哈，赶快调出你们的滑手机，有没有马怎么叫？那养马的人才知道，我们又不养马，也不怎么骑马，根本啊，电脑查，对啊，你去滑一下，然后呢，等一下练的时候做完就给他嘶叫3声，哭的，你看叫什么？这他怪怪的呀，怪怪的呢，啊。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哎啊！好吧，等一下你们再去做功课好了，啊！如果我们叫不出来，那个制造声音，让我们学着叫，一放出来，然后放大，
多长，哇，表示很开怀，要跟他相应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不然连他的声音都叫不出来，怎么样子请他帮忙呢？不同类就不同想法，我们要尽量跟他一样，要快速，要有力，啊、哦，要迅疾金刚的力量显现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我们来了，第36叹，36叹，越做越开心。竟然还有人追着跟我讲，上师啊，还有10叹爱朗明王，我就看他，我做完了。可是你是在美国做，不是在这里啊。我这里跟那里有什么差别？我没参加到啊！哎呀，这什么话？我说你要，拜托啊！我气都喘不过来，从4月9号飞机飞下来到现在都没停过啊！我3月23号从这里飞回美国，一下飞机就跟他们共修第4坛习斋法，也没有停过到回来。你想想看呐、啊，这个日子怎么过啊？啊？对不对？原谅一下了，拜托喘一口气了，啊，可以了吗？不要再给功课了，可以吗？我不能这样讲，因为几十年来都这样子给功课，才能够走到现在，这是真实话。如果没有老天给的功课，所以给了我功课，我也会给你们功课，因为我就是从中获到很多，学到很多，得到很多。人确实不能松懈。一旦松懈，见缝插针，趁虚而入就来。人真的不能松懈，这是真实话。这一个感觉的松懈，不是说绷得很紧的这一个压力，就好像我们现在啊做工作啊，5天上班啊，礼拜六哇就去好好的去做一些平常你不能做的事，然后那个时候就问题就来了。我在前2天才收到一个同门求救，啊，这个上班很辛苦，做事很辛苦，就自然就会有朋友相约啊，去什么地方去放松。那你一旦要找乐子放松，问题就来了，什么都敢尝试了，就会有人大胆一点建议什么了，所以呢，大家就又唱又喝。然后到最后，有人就拿出什么东西来抽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也不懂这些什么 K 他什么什么他 K 啊 ，K 他命，对不对？还有吸什么东西的，不知道了。塑胶、气胶、细胶，哦，你怎么那么懂？不知道了，反正就是在大家这样子，那难免你。就会嗨起来了，大家就非常的那样子的精神啊，哇，高扬了，刺激了，那什么事情都可以来了。那这当中呢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加强哪一口，然后最后就出人命了，就出人命了。啊，里面譬如10个人就出了2条人命，吸过头了，没有经验，哇，又配酒。又各方面就出了2条人命，那现在全部都被关起来，怎么办？前途就没有了，就只这样一松懈，就什么都来了。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，这个松懈不是叫我们的轻松释放那种感觉，啊，这种自在冥想不是。他是做一些外来的不应该做的行为，那自然就什么都破坏了，就没有。我们有一个同门的儿子也是乖乖的，哇，从小都表现得很好啊，大学毕业哇，找一个工作很好，交朋友大家都很正常。突然有一天他妈妈发现到他吸毒，交了一些朋友，哇，放假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不会死人的啦。他说不行啦，这不好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大家有谁怎么样？那吸一口会死啊？那怎么做人做得这么样古板？那他没有那种坚持力，被大家这样嘲笑，啊，被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压迫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就吸了，一口下去就全部完蛋，人生就毁了，就开始一口接一口，
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会吸了，可以吸了，就开始来了。现在就变成一条毒虫了。他所有的薪水收入都不够，跟他妈妈要，到最后打妈妈都要钱拿出来给他买毒蝎。你看，所以那同门哭得要命，叫我怎么救他儿子。很多啦，就是你一旦你的精神、你的各方面的认知上有偏差，就趁虚而入了。这个给大家一个指导，房子开始有缝隙了，要赶快去补，扣子开始有松了，赶快补。你如果没有知道已经在出问题，现不牢，到了最后不赶快迅速去弥补，去注意，就会掉了。房子的缝隙就会倒了，房子，什么东西都这样，椅子开始有个脚在松，你不赶快当下去，你还觉得还有时间，还可以忍，还可以怎么样的借口理由，棒，你有一天一坐就倒下去了。倒下去没关系啊，万一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问题，你就瘫痪了。所以都是在于你的这一个松懈，你的松懈，你的放逸，你的不牢固的这一种身心灵。我们走这一条路，一点都不能松懈。正就是正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本身可以慈悲去跟这些邪的在一起，要去度他们，要去影响他们。对不起，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如如不动，少来这一套。三两下你就跟他们混在一起就完了，救不了人还被人家拉下去，堕落。这是真实话哦。以前我试过很多，试着要去拥抱大家，但是你自己本身还没有够那个力量去拥抱的结果，就是跟着跳水，搞得全身都是泥巴再爬上来，要清洗就非常辛苦了。所以呢，就不如就选择一条自己可以觉得正确的路，好好的走，也不必怕去得罪谁，也不必认为谁要想你好。这世界上你再怎么做，都还是有人批评你，还是有人指责你，还是有人说你很多话。你看这么多教主，在我们的心目中都很伟大，可是为什么在不信他人还是你是魔，还是坏人，还是不好？所以不需要去迎人的想法来做不对的自己，这是我个人的经验。不必浪费那个时间应酬，在那边虚与委蛇，不需要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要做的功课太多了，你看每一尊都要真正的修持，每一尊一灌顶都要念一万遍到十万遍的咒，你才可以离开这一尊的范围。你们灌了多少顶？主尊，譬如观音菩萨，你就要念他十万遍。他的金刚明王化身一万遍，所以你想呢？那甚至于还有数字的，30万遍、60万遍、几百万遍。那你的本尊是一生永远不能停的，几亿亿遍都要念的，你哪有那个时间？好让你放松，那压力之大，你知道吗？洗衣服也要念，扫地也要念，什么都要念，煮饭切菜都要念，让你没有任何让他有缝隙进来的邪念影响你，让这些缠身的逃报的没有那样的缝隙进来冒犯你侵犯你，不得一丝黑暗进来，永远就只有黑的排出，广纳广存光明，光明铸造只有更强的光明亮度。你一有什么样的思想不对，一有什么样的言语不对，一有什么样的作为不对，啪，马上光明就照，把这些黑暗去除，尽现光明，你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踏上前，否则很难顺利的，很难逢凶化吉。
啊，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，我们是体会过来了，我们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方面的改善。这真佛密法修持，这都完全是靠自己要修的，实力要修的。这是祖师讲的，净思重法实修，这跑不掉的六字宝训。刚刚如果你们有听到那个泰国的，哦，他们的见证，什么事都要靠自己。我们只是引一个头，静一个心。他做到他该做的，老天请安排，这就是我的作为。哪有说给功课，一般解完功课就不做了？他们不是哦，做完功课还继续做。他女儿，哦，要考泰国第一名校，成绩不好，怎么样让他进去？一万人要考750个人，不简单呢，要排斥多少人？你看，就这样子多久的时间？一个多月功课，做功德主七坛，后来听我说有干扰，很困难，有家暴，最后的21坛，然后做功课。连那泰国先生不懂中文，照样念，念那个翻译的音。然后送女儿去考试，在汽车里还继续念，然后考完了回来等放榜，这段时间还每天念，哇，那真的是会感动老天了，只能这样讲。我常常讲，人有诚心，佛必感应，这是真实的；心诚则灵，这是真实的。放榜了，终于10000人考上，录取750，第500多名，太棒了！刚刚听到讲都很开心。真的，这个比你什么说哇上司啊，我当上总统好，这还消息还好，因为他自助，天帮助他。然后我们回去美国，正好又有活动，哇，一直在帮他观想，因为我知道这个讨报的蛮重的，但是总要他姐姐感应，也要给妹妹感应啊，因为姐姐也是很诚心啊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他妹妹一看到他姐姐的小孩这样子来做功德，来这样子做，他的女儿，他的姐姐的女儿，他知道他是学生，没有钱，他到我们学校去做义工，哎，洗碗啊，扫地啊，你知道那种油腻腻的东西，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20几岁，愿意这样做是很少很难得的。我每次看到他全身都弄得湿哒哒的这样子，在捧在洗这样子，不要一毛钱这样子的回向，哎，了不起啊！自然他就有感应，他女儿自己本身都这样做，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自己吃自己饱，我们只能准备食物，花钱买食物弄好给你，要靠你张嘴巴张开吃，你才会饱。你连嘴巴都张不开，再怎么帮助送到你前面都没用。这是我的认知啊，因为我自己一路是这样走过来。好，我们开始。Om Guru Lensan Siddhi Om Guru Lensan Siddhi Om Guru
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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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